豪宅，我们看看怎么样豪宅法。公寓平房哎。对，它是豪宅，它就是下面的几个楼都是它的私人车库。它像这样，这里都是它的私人车库。哦。那就是只有一户了，所以它有15层楼呢。对啊。竣工是2014年12月。那后面也是利用大量的植物，嗯，就一栋绿油油的建筑物，嗯哼。好，了解了，所以这样都介绍完了。嗯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们的讲解。那那边我没有照到那些图，可以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图吗？就其实这是他们的公寓的图，那其实他们公寓都大同小异。这是他们盖好的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十栋住宅，就是那个。哦。它的模型在这里。这是新兴城镇吗？它在印度。这在印度的哦。所以这栋是印度的房子，那边我们刚刚现在看到的就是它印度房子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吗？它就是，是不是？就是想象规划图，因为它还没完。哎，兔子是什么？我刚刚你去有上我讲。因为建筑物为了吧，建筑物使用的材质。材质、啊。应该是还有一些材质，透气啊，或者说它用的。那种。有毛细孔，他们是有大量的，他下一个时刻，他下一个时刻，他上面又有。